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一开始要来关心劳基法一例一修，修法争议未除，劳工的权益悬而未解。不过却有一群人，他们连劳工的基本权益都沾不上边，他们是校园里头的学习型助理。所谓学习型助理，就是学生兼任的研究助理或是教学助理。今年7月，全国学生劳动组合前往教育部抗议实施一年的学习型助理制度，严重侵害兼任助理的劳动权益。当时政大社会所的学生高若想，在教育部女性官员的头上捏爆了一颗鸡蛋，激烈的抗争手段引起社会讨论。而高若想也因为涉及侮辱公务员公署罪，北检侦结后对她依法提起公诉。但其实这群学生争取兼任助理的劳工身份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教育部甚至还创设所谓学习型助理的名义，也被批评是让违法的学校就地合法。而即使在七月激烈的抗争过后，新学习开始，半数以上的兼任助理还是不具有劳工的身份，更无法享受劳工应该有的劳保与健保，不但在工作的过程发生职业灾害，没有办法理赔，也直接影响未来的劳保年金以及劳退金。来看记者林真如、张志龙的报道。学习成绩单，还给教育部。那我不是一个个人去对着一个公务员，今天是兼任助理们对着一个残害我们的政策，有点像农夫一样看天吃饭，只是我们的天是老师而已。大学的校园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教育、一个学习的环境。我在劳动，他们凭什么不在劳动？就我是劳动者，他们当然就是劳动者。新学期开始，历经砸蛋风波的政大社会所研究生高若想，跟以往一样，从系办借了电脑，进入这门通识课教室，准备上课。速度非常缓慢。加电脑，准备投影片。高若想担任这门课的教学助理，一个月薪水7500，除了每周得提早20分钟来准备，全程跟课，还要负责行政工作。好，点名喽，吴宝贤。上课点名，课后看作业、改考卷，每周3个小时的课程，还要负责其中的1个小时分组讨论。我就是在各个小组里面走来走去讲话，所以那一个小时基本上喉咙是不会停的。这个很明显不是以我的学习为主要目的，是以同学的学习为主要目的。那我是提供我的劳务给学校这个教育单位。高若想自认提供劳务，但像这样的教学助理在政大以及许多大学却不是劳工，而被归类为是一种学习。好累哦，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这个月真的太多稿件了。行动剧讽刺研究生成了血汗工人。早在2年前，兼任助理为了争劳健保就频频走上街头。为了平息争议，教育部去年6月公布原则，将有从属关系的认定为劳雇型，也创设了以学习为主要目的的学习型助理。这种分类却引发更多问题。增加助理预算，校园劳动变学习。高若想及各校学生高教工会从街头抗议到学校，自己也从工读生、研究助理到教学助理都做过，但还是从来没有劳工身份。原本说教学助理都是劳雇型嘛，后来改口说，师生合议。
说师生合一之后，又把认定自己的学生助理是劳雇型的老师一个一个约谈，之后政策就变成 全部的教学助理都是学习型。去年政大要求所有教学助理都得签下这份学习型关系认定书，高若想不签名就连续三个月拿不到薪水，后来学校总算提供劳雇型的选项，但想要享有劳健保一个月薪水就得从7500降到6000。我没有办法选，我如果选了我一个学期就少了6000块的薪水。高若想说自己签下契约时仿佛出卖了劳动者的尊严，但更令他灰心的是校方的态度。好不容易见到校长，他劈头就是说 You cannot talk to me like that， 就是 我开始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争取劳雇身份的时候，他拿出的姿态是我是威权者，我是有权利的人，你是没有权利的人。从校内到校外，高若想抗议的次数已经数不清，直到七月在教育部前的激烈行动才短暂引起社会关注，但风头一过，新学期自己还是学习型助理，但也多了个被告的头衔，应该会起诉，一审判决拘役或是一颗罚金吧。对啊，那以现在运动里面遇到这样的状况，可能就募款一颗罚金，对，不定。那搞不好我去坐牢，论文就写出来了，不知道。对。面对官司，高若想很坦然，但一路看着他的指导教授，却很不认同学校的做法。你说有没有学习？当然有，我也有学到。我每年我在重新设计新的课程，我在跟学生互动，我在进行我的课堂演讲或者等等，这些我都有学习。那你要说我是学习型教授吗？学习型争议不只发生在像高若想这样的教学助理身上，研究助理也一样，尤其是理工科系。高速运转的刀片切割岩石，还有打磨样本。师大地球科学所研究生陈秉权长期担任研究助理，操作机器可能发生职业灾害，而更让他提心吊胆的是田野调查的风险。虎头蜂开始攻击学生和老师以及助教什么，然后大家往后撤，我知道有十几个人轻重伤。3年前，在太鲁阁，台大、师大有29名师生在做野外调查时被虎头蜂攻击送医。当时还在念大学的陈秉权目睹这场意外，也让他决定要投身争取研究助理纳入劳保。医疗费有怎么出？因为如果用职灾来算的话，这个医疗费其实蛮高的。那可如果没有劳保的话，这样子就你就少了这一笔医疗费。没有劳保，工作中的意外就无法认定为职灾，而理工科学生跟着老师做研究，因为没有劳工的身份，工时也毫无规范。学生要做不只是自己的东西，你还要帮老师做别人的东西，例如 A 实验室委托这间实验室说可不可以帮我学生做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其实跟这个学生的论文毫无关系可言，但他就必须帮老师加工赶班。那最夸张，我有听过一两点还在赶这些东西的。尽管抗议连连，从教学助理到研究助理，新学期的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变。高教工会调查，甚至有许多学校还特别开设服务课程，助理只要选了这门课，就可以披上学习的外衣，开一些假的课程。那我们听到，比如说像阳明的状况是，甚至有老师不知道他开了这门课程，到了学期末，学生说：“哎，我这门课好像没有分数啊！”跑去问老师，老师说：“哎，我根本不知道有这门课。”假学习真劳动，没了劳工身份，最直接影响的是学生每个月的健保费，因为去区公所投保比起在学校保得多缴468元，而不投保劳保更影响到未来的劳保年金及劳退金。
理论上有要被投保，但却没有被保。你在未来，就是我们所有学生在未来损失就可能是超过10000块这样的损失。顶尖大学都在带头违法，他们其实就是在做最坏的雇主的示范。顶尖大学为什么成为学生口中的坏雇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费。教育部统计，现在全国兼任助理有283000多人，大约有54%属于学习型，要他们全面纳保，一年就要多出5亿的预算。如果是 TA 全部纳保，所有人数就是一定是减半，因为经费不会增加，经费就是只有这么多。因为有40%的师培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创设所谓师徒制，教学助理不是劳工，只是老师们的徒弟。师大很坦白，要求纳保，助理的机会就会变少。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政大，则将矛头指向教育部。这个问题应该是要上升到这种整体结构性的一个因素，那么去请求劳动部或是教育部对这些问题呢能够有更细腻具体而明确的这些规范。政大这样回应，坦白说我认为他不负责任。我们定的原则你可以看看，我们是定一个原则，这样的原则你学校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你没有分流的落实嘛。教育部批评政大以薪资落差来迫使学生选择学习型助理，就是没有落实分流，但也坦言现有的学习型助理必须有更明确的定义。类似这种专业养成或是说实务的一个实习，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学习型，其他的教学的助理基本上我们大致上是认为劳雇型为主。至于研究助理，则必须依照研究的内容及指导教授来区分，跟你的毕业论文有非常大的关联性，而且你跟的老师是你的论文指导教授，这一块目前为止就会很清楚，我们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劳动领域。106年经费，我们特别教育部编的2.9亿，将近3亿，对于就是说这个助理哈，研究助理，他去从事一些比较有危险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有一个职灾保险，那这一部分用就由教育部来支付。教育部规划在北中南举行座谈会后，新规范最快年底上路。不过，劳动法学者认为，即使有了新制，还是会充满争议。老师的自己的研究的部分，他可能要帮老师做实验，然后甚至一些杂物，那完全跟研究没关系的，可能要去买材料啊，去开会，代表去开会啊，那等等这些都也是归在里面。那这个部分能算是学习吗？学者认为，只要存在对价关系及从属性，研究助理就是劳工，必须接受劳基法的规范。而放眼国际，美国劳工委员会在8月已经裁定私校大学跟研究生可以组工会，日本也是将兼任助理列为学校的临时职员。老师也是一个雇主，好，老师是一个雇主，那他要守法的话，他也应该了解他雇主的权利义务在哪里。好，他怎么样去使用这能力，依法来使用这能力，而不是说啊，我老师，然后我可以有很大的权限，什么时间，晚上、星期天都可以，半夜也可以啊 ，call 学生做事情。怎么依法使用人力？怎么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又怎么保障学生的劳动权益？可以在这里练习。7月教育部前砸蛋风波后，新闻平息了，但兼任助理的问题还在各大专院校暗潮汹涌，就如同一门还没修完的劳动课，学生
老师、校方、主管机关及整个社会都还要继续学习。这一堂校园里头的劳动课，牵动的是教育制度、劳工权益的敏感神经。实施一年来，仍有许多问题，老师、学生都不满意。这门课要重修还是死当，值得通盘检讨。